好，刚才呢，这是刀嫂这个早期的文艺复兴鲁特琴家，他的一首《帕杜安维尼奇亚》威尼斯的帕旺舞曲这是在早期的大概16世纪初期最早的所谓的鲁特琴谱出版的谱集之中我们看到了这首很有名的这个所谓的威尼斯 Part One Part One 其实就是 Padua 的，来自于 Padua 地区的这样的一个舞曲，在文艺复兴时代许许多多的舞曲都是以地名，也就是在那个地方所流行的曲子为名，来作为舞曲的名字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 Part One。就是现在的帕多瓦，就在威尼斯等于说威尼斯是一个岛，然后呢进到意大利本土的第一个重要城市就是帕多瓦这个城市它的舞曲。那么这个曲子呢，我们看到早期的这个鲁特琴家使用这个所谓的标准的 3rd under 所以拇指在手指头之下的这样的一个很快速的运作，那么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跑句的一个演奏方式，和有时候我们要加上低音伴奏的一个交替的这样的一个技巧的这样的一个实质应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有所谓加上低音的时候，我们是用 ands。ands 来弹这两个声部，但接下来像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跑句，偶尔加上低音的声部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交替，从 pi 和 mi 的这样的一个很快速的一个交替，注意到在 P 子在弹了以后，它自动的掉下来，接下来呢做 PI 的一个动作，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那么这个曲子有一个 pick up 的这个拍子，在这里呢，我们倒并不一定需要把 P 子放到第一弦上来弹这个 pick up， 可以很顺势的用我们的 M和 I 来弹这个 pick up， 所以变成注意到这里一个很所谓 idiomatic 的这样的一个动的这个所谓的手型，我们大致上可以考虑就用 M 和 I 来弹这个第四小节的。然后在最后的一个终止式的时候，我会建议是用一个比较 punch 比较节奏强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这样的一个乐曲的一个结束。我们大致上就讲到这里。